修行人对于色跟空，空是色，这上面你要有深切的正知见。众生是在色法中，二乘是在空法中，菩萨是在空，就是色当中。如果空就是色，色就是空，这在讲的是一个呈现的因缘相状，一个呈现的是心理相状。色只看色是空，是二乘人，就是他着的是空。那如果凡夫呢，着的是色，对不对？菩萨呢，色跟空他就没有什么两样。那佛呢，看色跟空都是实相吧，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怕众生呢有所不了解，存在有色跟空的那种两种知见，所以讲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全体即是，这在很多经论里面都讲的，不需要泯色见空心。这时候的空不是讲物质的空，而是在讲我们本体的清净，你不需要泯色而见空心。如果你想用泯色来见空性，就永远无法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因为无明本是幻化。那幻化空生即法生，知道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啊，无明其实就是众生的不守真如的一个动念而已。我们这个佛性清净的觉性一直在，你不用去泯色而证得佛性。以这句色不异空是在讲物质存在的象征，如果你把它提升为佛性的话，色法跟佛性跟真如是没有离开的，它本来就是实相的道理。那空的实相的道理也不离开以色法来展现，这样的解释会更圆满，同学听懂吗？佛，我们的觉性，我们的佛性借由色法来展现，色法本身也如实的在说着实相的道理，这样是不是更明白？所以幻境呢，是因为迷。如果我们今天有般若的智慧，不迷，它本身就是色即是空，而空即是色。这个色讲物质或讲每个我都可以，这个空讲物质的不见了跟我的法身也可以。所以如果以物质来讲，它的因缘法，物质的存续与不存续都是实相，那么你法身以物质的展现，它也没有失缺。
而它本身在以什么样的相状展现的时候，都还是安住于清净的空当中，对不对？所以凡夫执身心有生灭，受于断生生死。那如果外道是波无罪福，也就是着在空，所以在轮回中。那如来啊，看到我们这五蕴的身心，他教导我们，世尊教导我们，就是后面要说的。因为观世音菩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有得到世尊的认可。如来叫我们观的是现前五蕴身心，作为我们的所观境，你不用再求其他的办法来作为境界。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存在的五蕴身心现象，这个最基础、最基础的进入的修行的点。所以如果我们观一蕴空，就蕴蕴空。这个地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一蕴空、蕴蕴空。同学，如果你今天色法空的人，你受法会不会空？会不会空？会。你今天受，如果你受法受蕴哦，你这受蕴能空的人，你会不会执色法？不会。所以色跟受一碰触的时候，跟心意识一碰触的时候，你就有受法，你就表示这个色法你不能空。那你说他明明就我丈夫，我怎么空啊？你就要想啊，他就是要来成就我的佛，这样不是比较简单，对不对？他就是我儿子，我怎么空啊？我真害怕他空。你就要想，他就是续佛慧命。他的存在就是续佛慧命，他就是未来的佛。你还要跟未来的佛结构恩怨吗？我都是这样看年轻的人呢，他就是续佛慧命，他就是未来的佛，有可能比我早成佛，那得世修啊，那搞不好是实地菩萨再来，两个人头卡白，还能嫉妒什么，较量什么，对不对？所以啊，众生能把握的是什么？看到自己五蕴，观照就从这个五蕴为所缘境这样来观。如果色法能空，受想行识不难啊。如果受蕴能空，本来就没有色法的坚持跟那个占有。那其他还用想行识的一些的这些意识作用吗？不会啊，你只是当下就是会去做正确的事嘛，实相中去做正确的事，根本就不是障碍。那我们知道色是无常，如果它是无常，你何必在无常里面产生苦呢？你就是希望它常，你才会苦。如果你知道色法是无常，你又何必苦？你又何必苦？你说暂时不甘，那暂时呼就给他过嘛，不要着这个五蕴，这不是比较简单吗？那你如果看这个苦，这苦就是一个觉受的东西嘛。前面讲
苦是一种精神逼迫的状态，是精神逼迫的状态。你被谁逼呀？苦，你被谁逼？同学吗？被我自己逼。有时候你是感觉别人逼。生命里面它有一些是自我去抉择那个苦的感受。你说你们当在家居士苦不苦？苦不苦？还没解脱当然苦。以你们的眼睛来看师父，师父苦不苦？我们刚刚讲对不对？是不是都不敢说？我哪不敢说你扣啊不扣，对不对？那是主观的、啊。你的眼睛来看师父苦不苦？当师父真辛苦，对不对？是不是辛苦？那是你在说啊，苦不苦？那是我的事，干你什么事？所以苦呢？它不是真实的一个什么东西的存在，那个是一个个别的，其实那个是幻色里面呢、啊，就把我这个建立起来，其实它是非我的，所以一切色是无常，跟我这个人呢、啊。每个人这个我啊，也没有差异，跟任何的相也没有差异。如果你能够如实的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正观，就是正观。受想行识也是这样，你要这样正观。世尊啊，在《杂阿含经》他有讲到，他说、啊：“世尊告诸比丘，于色爱喜者，则于苦爱喜；于苦爱喜者，则于苦不得解脱，不明不离欲。”好明白的话，如果你对于色有爱喜的人，你就会因为这个爱喜而产生苦。那你如果对于这个爱喜有产生苦的人，你这个苦就不能解脱嘛，你就不明白，你也不能离开欲望啊。受想行识有爱喜的人，也就是会爱喜产生苦嘛，所以受想行识都会产生苦嘛。那你有这种爱喜的苦的人，你对苦也不得解脱。所以他说，如是受想行识爱喜者，则爱喜苦；爱喜苦者，则于苦不得解脱。那现在我们回到经文，色是不是就是空？色即是空嘛。那空也就是色的道理嘛。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啊。受想行识有什么两样？我们在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啊，真正要读起来哈，真正要讲起来，它应该是这样读啦哈。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对不对？想不异空，空不异想；行不异空，空不异行；事不异空。空不异事，那我们在讲，你只要先抓色，把色抓清楚，跟事抓清楚，再来泯除受，这样就可以证明它的连带关系。当你对色看不清楚，它是生灭法，你的事就不能空。当你是不能空，你的受就会解释它。当你对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能够展现所有的色，
色它本身就是空因缘法，所以当你这个已经认真清楚明白的时候，你的事就能空。当你的事能空，任何接触点一到的时候，你就不会去保护我，你就不会去保护我跟保护这个事，因为事要来解释。所以当受，这个受可以检核，因为受就是接触的点，这个受可以检核你的修为。所以很多人呢，在这个受上面，为什么体证清净的人他没有这些受的东西？他能懂，可是他不会有受苦，他不会受苦。那我们众生之所以众生，是因为受苦，是不是受是苦？那你说我们痛的觉受跟很多生理机能上面的一些情形来讲，那是因为我们强调于是，所以会产生恐怖颠倒。当你不强调于是，你会知道现在是一种状态。我现在用的是状态哦，现在是一种状态，可是你不会觉得那个状态是一种心理的苦。苦是心理状态，知道意思吗？你就会懂得，你现在难过，难就是不大好感，不大舒服的感受。那你现在叫痛，你现在叫痒，你现在叫麻，是不是就是一种感受而已？是不是叫苦？我很麻很麻哦，我好痛苦。这个我很麻很麻，不等于我痛苦。我很痛很痛，不等于我痛苦。就好像问过我们说，有没有那种很痛又很喜悦的？有。你怀孕的时候，肚子越来越大，包袱越来越重，等到人家你要生啊，当时要生，然后赶快去买娃娃床，买娃娃衣，心里想着我的孩子像谁。等到是不是带着喜悦等待那个痛？当你很痛，你要生产的时候，你很痛很痛，你是害怕吗？不是。你没生我不知道。不是。我带你真的去懂事真说什么。当你很痛很痛的时候，医生跟你说给出来。你很勇敢。你不觉得那是苦？没有苦。你只有很努力很精进的出来。出来。那个时候是身跟心一心一意要把某件事完成而已，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一心一意要把一件事完成？我现在讲的是那个精神状态啊，跟物质达到最极限的状态，而是最干净的状态。然后生出来之后产生了很多喜悦，那又另外一个执着了，执着这块肉叫做我的儿，那是另外一个执着。但是我们生命有很多很多很尖锐很瓶颈，你可以从中去参的，你可以从中去参你那最极致的点，你的身心状态当下可以悟，原来分娩也可以悟，死亡也是一样，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想，正思维也是想的一种形态，因为它是与佛法相连结，所以我们叫正思维。它的答案是为了答空，对不对？它经过有，对不对？你正思维是经过有而答空嘛？是不是想？当你凡夫用想，它是有标的的，它是有理想的，它不能答空，所以我们就叫做名词叫想，不可能达到叫妄想，虚幻不实在，告诉你这是一种虚幻，叫幻想。最后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觉性。他最后就是决心，而他的道理的背后就是毕竟空的实相。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受已经讲完了，用分娩来做举例。想呢，我们用我们觉性的发生方向来区隔佛法的正德，也就是般若观照，或是世间万象的迷情的产生，就是由这个思维法。如果你能够知道，你要透过得无上正等正觉，里面会透过正思维，是不是由杂想转正思维，中间经过有的状态，最后放下而达到空的境界，达到自由自在。所以这些道理是不是由有而产生空的体会？空的体会的过程里面，这些有不会障碍你，是不是不会障碍你？实相的道理的获得，是你要从有里面去转过啊，并不是这个有思想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很恐怖的东西？其实它不是，想不是很恐怖的东西，是你结构的东西让你自己恐怖。想就是思维的这个运作是不可灭的，它是不可灭。如果你能够了解，你就知道佛法的奥妙。行也是一样，不行者都不起行，你只有留着傲。当然这是在讲清净行，你就留着懊悔，你越修行你就越懂。但杂染行，当然结果是一定懊悔。好，那接下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行，上一次跟同学介绍到，我们人呢是非常细腻的，当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当下就会有自然的一些反应，那陆陆续续的结构了所谓一些身跟心的一些动作。那这个地方啊，讲到想啊，正思维不称为想，那就是正确以清净的正知见来看待一件事，那这个就叫正思维。所谓的想呢，也就是心中不是正确的相啊，那放在里面产生了一些自我解读，这种呢就是所谓的想。那今天要讲到的是行，那我们要知道啊，当我们内心
有了某一种解释、认知，用自我意识把这个你所感受对应起来的这些东西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决定，当然这来自于对外的认识，之后会反映现前，这个就是所谓的行。那这个行的部分呢，这是我们思想决定之后采取行动。那这个行动，有的人呢，他思想决定，那这个内心决定的这些主观的意识，他决意不把它表现出来，可是在内心有一个不表色，但是内心结构了某一种结论，那表面上他可以不采取行动。修行人很多，差不多这个上面的功夫都有一点了。如果人家现在跟你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可能心中有一点不愉快，但是因为你的修为，你知道这个受跟想里面有发生作用，但是你不想照做，所以你会按耐住自己，然后不回复，你会慢半拍不回复，也没有表现于脸上，然后默然故。好，这个是修行里太半已经会有的一些反应。但是呢，我们在心中啊，内心对于这些觉受，而且做了一个结论，其实已经有事了。那有的呢，是你直接，非常直接的表于外。那表于外之后，就是把想化成结果，把想化成结果，表于外，就是能够表色出来。表色出来就会跟外界的这个对象是人会产生事，之后会有某一些新的结构，那这一些的结构可能又会带引着某一种不同的受。意思你有行，行在哪里？行如果表色的话，它是不是又回到色受想，再行，再色受想，每一个色受想的背后的这个事，如果它还在发展中，它就不断的在微调。这个事呢，它还没有扎实的把它做了总结论。这个上面就是第六意识的东西，它还没有归到八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六七在这个上面。所以如果它在增加或消减，增加或消减我们意识的强度，这就是看修行咯。那这个上面呢，就在众生的现前一念里面，就是现前的这一念。所以前面我们对于色跟空，就是要现观那个空里。如果你不现观那个空里，就会把受直接放上去，而这个受是主观的受，想呢是主观意识的想。为什么会前面有这么多的思想而引发的行为？是因为有一个要保护的我，基本上就是某种程度的肯定我的存在，某种与我有关系的所有一切需要受到极度的保护。所以这个现前一念呢，引发你行的方向。这个现前一念呢，比如你在发现我在生气，然后你会很自然的就把脸放下来了，言辞里面就有一个抗争的言辞出来，这个是粗躁的，这个是粗躁的。那修为里面呢，他如果能够在这里 hold住一下，这个现前一念啊，在想跟行当中呢，他会有一个点。修行就是先把行 hold 住，然后这个点呢，这个时间呢，这个点让自己回到现观空，就是现观那个我的虚
虚幻不实，跟这个色法的非存在性，也就是它不是真的永远的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又可以来修正自己的想。所以你不行啊，或是行这上面，它是不是会有个回转？是会回转的。如果你可以回转，又回到空了，回到空。但是你刚刚啊，从色受想要行啊，这个行呢，就属于内部的消减，而不是呈现于外部的增强。当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无明的躁动，而这个无明躁动是所谓不应该去强化它的。这样的情形啊，你在一直在这上面，你会发现这所有的过程色是空的。然后如果你不空而产生了结构的东西，那你会在任何一个点里面去修持它。如果你能修持它，不管你在色蕴破、受蕴破、想蕴破、行蕴破，都可以破。而世蕴呢，是要从前面来破，不是从世蕴破回去。因为如果世蕴的话，你几乎已经做了总结，这样子啊。那这个地方讲到啊，我们前面有跟同学介绍，你都先要去修正世蕴，然后你的色受想才会不结构新的东西。但如果你的现况的时候，你的现况世蕴，也就是它的知见的那个部分是过去形成的，你要在平常修行的正知见的建立，听闻佛法的时候，就要做正面的厘清。那正面厘清，当你每一个现前的这些受想行的时候，就是要对于当下不要再结构。但如果结构起来，就是等于事后去整理它，这样知道意思。好，那我们呢，看某一种因缘合，那你产生的假设你产生的行，那这个行呢，是所谓依无明躁动，任运自己的躁动的心去行为它，之后呢，还是会在耳后因缘合，也就是跟这个环境里面今天所有的条件是某一个人、某件事，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关系法而冲突的这个故事，会在耳后的某一段因缘合再现的时候，会有一些波荡，然后会有一个平复的动作。这个平复是平衡呢，平衡，但是呢，有没有达到消融到这个清净的觉性现前，那个就要看修为。但终究它还是会平衡的。那如果说我们是基于清净的觉性而行，那么就可能就可以看到当下，或是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不久的时间内，也就很短的时间内，去圆满它而消融它。那圆满跟消融之后，你就会发现五蕴幻有。当你能够圆满而消融掉，你认真的只认色受想行，这些是幻有，这个事就不成立了。所以这个事呢，就不会再成为你惯有的那种习气的认知。那以上所说的就是在讲色受想行是亦复如是，也就是其实是空性的。那这里无法跟同学讲到说你如何在上课的时候去体认这些，只能跟你介绍这样的办法，然后你回去之后在每一个这个当下面对面的时候的现前这一念抓好。那众生在现前一念里面呢，在缘起的时候、运作的时候，回到不管你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的，
都是在觉性的作用上面，是全部作用呢，还是局部作用？如果是全部作用，也就是诸法实相，你看得懂它的因缘果，你看得懂它的时间空间的条件，你看得懂它不生不灭，你看得懂它终究是回归到平静的空，这个是觉性的全面发展。那如果你是局部的呢，也就是你执着于你所看的这个面相。修行人来讲，其实你这个现前的一念，这现前一念的内涵，如果你是安住于清净的觉性，也就是这个觉性的使用是全面的，那这全面它包括因缘果，包括它的时间空间人物所有的条件，这些的东西你知道它无自性，你知道它无自性，那这个时候它就是安住于清净的觉性，觉性的作用是饱满的，但是它是安住于空的正见当中，所以这个空的正见当中的现前一念，你自然的，你这个行啊，你这个行会有智慧的觉照，而内心会去反过来去修正你前面的受跟想，这个时候行没有发生，就回到重新认识色，但是这个色了不可得，于是你的受跟想会受到一些正知见的一些调整，那这个调整之后，你最后在决意的这个行就会清净。那如果说你现前的一念是跟着你的习气，跟你过去要完整的特殊保护于与我的关系、我的存在，那等等的这些有一个个别我的这种认同啊，那这种执着的话，那这是觉性的局部使用而已，你只是看到一个面相，那因缘的状态之下，你就没有办法现观空性，那就不可能现证，就是证悟那个空的道理。那行为上面自然也就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形态。那这个是在讲我们这个行为，那行为来自于你色、受跟想，所以修行人来讲，如果你知道不让自己落入事，就得在想跟行动中间有个回转，就是你不随着流转门，而是幻灭，在这个地方幻灭之后，你就不落事，因为事它会在你回转的时候一直在修正，等于它一直在消融，它一直在洗的。虽然刚刚你可能第一次的看到色的时候，受跟想已经有第六意识的东西浅浅的挂在那里，可是它还没有汇总啊，汇总成最后的结果，那个结果还没出来，那你在这里一直回转，到你明白了，你会采取行动跟不采取行动的背后都很妙啊，它都会回归到一个清净行，那这个是一个圆满，这个状态之下，那个事就没有了，它就不称为五蕴，它这个就是所谓觉观，这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叫觉观。那当然以心经来讲，它是从我们以凡夫的角度，所以它一直讲色跟空的关系，它是在破除我们凡夫已经有五蕴存在，这个先用凡夫有情有五蕴的角度先讲总论这样子。那这讲到这个行，所谓的行啊，在讲行运，就是它会跟随着我们过去的习气，跟我们内心所决意下来思想完的决定而去造作，这个造作它会牵流，它就是会彼此牵引着，这样牵引着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所以看起来行是不是有，
就是有。那我们修行人就要从行运的这个有达到看到这个行运，它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状态，所以它是幻有。那如果说你以清净的行来讲，这个行它就不认为是有，它认为是非有，你的解释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可阻止色法，我们不可灭色法，那在因缘因缘的时候，它就会显影显影当中，它就会现前。那这个上面呢，如果我们以出世间行来讲，那么这个非有啊，非有就是空嘛，但是它也能够在因缘中，因缘中随顺实相，随顺实相而完成，所以也非空呢，所以就是妙，妙有的意思。所以就是行即是空，空即是行，就是在讲你在这随顺实相，那你自然去运作它，那这个行就是妙的意思。那现在讲到事也是一样的，所谓这个事运，运的话就是汇集起来，集合起来，这个事运就是眼事等诸事的聚集，也就是这个事运的基础从哪，从六根对六尘，六根对六尘是在中间。所以聚摄论里面谈到这个事运，他说各个了别比比境界，总取镜像，故名事运。也就是各个眼耳鼻舌身意，各个都能够了别你所对的镜，然后你把这个镜呢总合起来放在一起，有了解释，那这个解释的总和就叫做事运。那如果说我们仅对着它的总相没有给它做分别，那就是眼视，眼耳鼻舌身的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但是我们人一定会做一个了别的汇集，所以一定会产生了意识。那这个意识呢，它不用主观下结论的时候，那还属于在模糊的地带，模糊的地带，那你能了别，但是不起直取，这个地方的直取就产生了你是。这个直取的话，就是表示直 有某种执着。那你如果解读它、认知它，那这叫觉照，就了然于心，这两个的味道不一样，知道意思。所以你六根对六尘这个中间的事，转世而成智，就是非执取，不执取而清净了别认知，那就是觉照，也就了然于心。那如果说你在这上面呢是以执取的，这个我一定要这样，一定会有把我推出来，把这个我的概念、我的保护色彩、我的想法跟我有关，这个我推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属于执取。其实我是一个假名而已啊。那以这个执取成立的，把这些事解读、意解读、解读 合起来，这叫事运。这个事运里面呢，一定是会有加上七，第七意识。前面讲啊，是六事嘛，六事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里面讲啊，是云何建立事运，为心意识差别，也就是我们前六事加上莫那事，直取了之后，把这个前面的这些东西再与我的关系建立起来，集合起来，叫第八阿赖耶识。所以事运呢，是包括前六、七跟八，整个这样才叫做事运。那前面的其实是会养成一种习惯，然后事运是一种解释的肯定，这个是有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个事啊，可以分析分类对象，而后认知，再做集合，再做一些内部的解释。那这个事，这个事运呢、啊，其实我们讲啊，要怎么修正它？除非你有佛法的正知见，那除非呢，你要懂得去做一个断相续心，就是断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断的动作来讲，你要观照的能力很足够。那有的就是你要用法门，这个前面的都是解，但你要断这个事的时候，你得行，这个上面就得行门了。那但是这个解就是帮助你行，你的行才会有力，才会知道它明确嘛。你知道它的基础点是来自于你全面清净的正知见，这个解门。那行门里面呢，就是你的每一个当下啊，这个行门也就是在修正于我们下一个决定跟采取一个行为这个地方啊。那你要懂哦，任何的法门都是要让你把本觉，就是觉性这个东西一直发生极大的光明在这里，就是光明藏，这个极大的光明一直存在，你的色受想这个行，它就会自然受到某种程度的照破，它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照破。那你在这个行的过程里面，你就会稍微的这样缓一秒两秒就够了，你不要说我缓很久，懂了一样，然后嘿嘿嘿嘿嘿，然后你如如不动，那个是有问题的，知道？那这上面呢，我们谈到说，这个修行里面呢，心经如果你用理论来读它，你没有实际在这上面行门去做它，你是没有办法真正从心经里面得到极大的那种好处。你只能说在事情的解析里面，它会有模糊的三种东西存在。第一个是我的习气，反正我只是不欢喜嘛，反正我就觉得他对我是不对的，他说这句话太过分。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跟他的关系法隐约在其中。另外一个，这本来就是空嘛，道理本来就是空嘛，我愿意原谅他，我愿意是一回事，可是我现在还是有感触，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感触让我自己很难过，我的愿意怎么不能成为事实？就好像自己的某一种东西没有办法主宰，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心啊，这个东西也存在，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小小的遗憾，那种若有若无的遗憾。那前面呢，是我跟他的关系里面已经夹带的批判，第二个是对于我知道他道理的存在，第三是在这上面有个跷跷板在那边晃动啊，那种又是产生的第三种第四种的期待，那可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说不出来的东西，溢于言表，对不对？像这些呢，你真正要修行的人，你必须使用你的法门。你要如何在这上面有一种清净的觉观？那在这个上面呢，你要懂得去看到自己的习性，这个习气。讲到这个习气啊，就是一个对于空的正见有深刻体悟的人，他如果在自己的习气上面没有做180度的自我转换，他不会成功道业，他不会的。因为习气的力量大过一切，那个习气是你累积很久很久很久以来的经验，而那个经验一直重复着你自己心中的感受，也就是那个是一个满意的状态，那是让你觉得舒适或是很合理的状态。但是那个状态当你这样解释它，它就一直站在那里。
当你知道那个是虚幻，而是它本来就是空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用这样造作它，这个习气啊，你就会改变它。所以为什么修行到对空的正见有深刻体会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一定会不一样。那如果他纵容自己一样，这不好啦，这不好，很快他就是所谓瞥见，然后他会对于自己现前的这些东西会用所谓保护自我的角度，或是这嘛不差啦，我心不这样就好，那个只是刹那的自我解释，他终究体性是没办法改的。那这个事的这个部分呢，在圆觉经里面呢讲到啊，我们对于个别的物质界的自己这个身呢，这个身如果能够知道它是这个